现在我走到这儿了，这个美女她介绍让我尝一下他们这个猫屎咖啡。我尝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好喝。非常好喝。那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咖啡？186.9。100块钱的话买两包，100块钱两包。那我就买它两包吧，100块钱两包。我比较喜欢喝咖啡，因为它这个咖啡还挺好喝的。我是从德天瀑布那个刚下车出来，他们这些美女让尝一下这个猫屎咖啡。因为我也比较爱喝咖啡，所以我尝了一下啊，非常好喝。我就买了两包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买了两包，两包是100块钱，一包是65块钱。那我肯定买两包了。好，现在去结账。我不知道那是啥的。是三合一的。三合一是啥？奶。三合一就是我看有奶。哦，我就喝那种吧，纯咖啡太苦了，我喝不了，受不了。这个那个就是猫屎是吧？就这个吗？这是猫屎吗？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就是猫屎啊。要是看这个，就觉得喝不下去。好，放大了给大家看看，这就是猫屎。一包65，两包100块，买四送一包。哎，行了，我买两包就可以了。我从来不买东西，不购物，出来旅游，从来不购物。今天竟然买了两包咖啡。没错。